難得出嚟食早餐，咁就大佬，因為平時嗰啲就都多人拍噶啦，咁放我早餐時段啦，啲貴咗成折，啊，同埋好錫咯。以前老麥咧最出名就因為個早餐跟嗰杯熱咖啡咧，仲冇得嘅，係啦，評好好嗰陣評價好高。咁但係而家佢越種貴啲咖啡咧，要壓做翻係要加個杯咖啡就有加錢啦，齋啡啫喎，如果要糖奶咖啡咧，另外又要再加錢喎。啊，咁啊佢咪咖啡啊？本來好好地嘅，同埋睇見佢哋啲工作人員咧，喺個新系統之下，只係多咗嘢做。嗯，都唔知點，唔識講。祝佢早日頂唔順啦～